这个调皮的小玩意儿。先修理。不要先修理。家人需要限时在一小时内从家中撤离。真的吗？你是很怕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两天很快就过了。不想走，我不想走。我奶奶舍不得你。放心了，好，做得好，是吧？走了。那妈妈带你跟波妞，做好多事情。爸爸，我去拜拜。妈妈，妈妈。吃醋，吃醋。本来就是一个左撇子，你左手写字聪明啊。那右手写字人就不聪明了吗？左手，右手，左手，右手，左手。不要歪了，不要，不要。本节目由来自荷兰自家牧场、荷兰原产原罐的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，感谢洗手洗澡护全家、长效保护舒服家首席赞助播出，感谢合作伙伴网易考拉海购，买进口上考拉，百分百正品，感谢合作伙伴美白紧致用欧蕾，无惧年龄你更美赞助播出。求助哎，我的乖宝宝呢？啊，大林子哩，也是外婆的乖宝宝哩。超人妈妈联盟现在发来第一项任务，家人需要限时在一小时内从家中撤离。超人妈妈与宝贝将共同度过接下来的48小时，计时从现在开始。祝你们好运，超人妈妈联盟委员会。外婆，你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走。他说让你走。啊？在家听妈妈话啊。好，早上早点起啊，要妈妈也早点起啊。好，哎，按时吃饭啊。好，不要在外面，总在外面吃饭啊。少看电视啊，记得做点作业啊，记得刷牙，少吃点零食，多吃点饭，记得多喝水啊，记得写字啊，写字啊，写字啊，按时吃饭，少看电视啊，记得刷牙。嗯，好乖。好好好，拜拜。还没呢，没走。一定听妈妈的话啊。嗯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嗯哼，好好好。嗯哼，拜拜。走，拜拜。走吧。嗯，好的。别看电视哈，是吗？眼睛一看电视。我想少看电视。啊，少看，最多看一集一天，知道吗？好，你走吧。嗯，好的。反正外婆平时跟你说的事你都记得点啊。嗯嗯，你走吧。好吧，我走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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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你走吧。好了，走了。要走了，你开心。开心。开心啊。外婆不在家啦。我可以干什么了？
出去吃饭，吃八锅。吃锅巴不是吃八锅。我鼻子了，给我刷牙洗脸吧。肯定是被猫吃了，小玉，干嘛妈妈？咱们家小玉怀孕了，要生小猫了。对，要生小猫了，像妈妈当时生你一样。下午带她去做个 B 超。B 超是锻炼身体吗？B 超不是锻炼身体，要做手术，还有一种超声波，然后就可以透过他的肚皮看看他肚皮里边的样子。现在用别人胸部把扒开、啊、不是把肚子扒开，他有个机器，然后涂一种啫喱，然后在上面透过你的皮肤可以看肚子里的样子。那时候妈妈最爱做 B 超了，因为就可以看到你在我肚子里的样子，跟现在差距好大呀。那时候我想象中的你是一个双眼皮大眼睛，当然了你现在偶尔也是双眼皮大眼睛的。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去给小玉做这个 B 超。你说小玉有几个 baby 啊？你说，咱们打个赌吧。好，如果我赢了，你所有你自己能做的事情都要自己做，不要再让我做。如果我赢了呢？你说。那我就一起刷牙洗脸。嗯，哇哦！我同意这个赌注，我同意这个决定。我赌小玉怀四只，你赌小玉怀几只？五只。哦。那我们今天下午就知道了。小玉别吃。No, 小玉，一会儿给你弄你的好吃。来，我去喂它。我回来的时候你要把这吃光光啊。小玉怀孕了，要多吃一点东西。我能喂骆驼一点什么吃的吗？骆驼把我鸡蛋吃了。什么？骆驼把我鸡蛋吃了。你不会看好你的鸡蛋吗？吃完了把这收拾了，都喝光光，吃光一样就放一样，把妈妈的碗也放在水池里。这也到了。对，到了。
鱼呱呱，小鱼呱呱走啦，进来，宝贝，慢慢进，慢慢进，慢慢进。那呱呱别去了，放不下呱呱了。拿点糖，拿点糖给医生吃。对啊。我们出发，我们出发了。布布，你说 yes， 我们来捣蛋的一天。关于四十八小时自己要完成带两个小孩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。不管是在照顾上也好，或者是说陪伴上也好，我觉得都是还蛮容易的，应该不会太困难吧。就给你一个小饼干吃好吗？不要幼稚，不要吃零食啊。好好吃哦。这个真的好好吃，好棒哦。我要真的yes。装的耶，好酷耶！要化妆，你要化妆吗？来，我们俩来化妆。我帮你化妆。哇！我帮你画哦。哇！我帮你画。妈妈很漂亮吗？啊？你这样像土拨鼠哎，像，像像不像土拨鼠？布布，我看你有没有好漂亮。你戴好看。你擦口红还是可以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不用一直嘟嘴，你看妈妈，你不用一直嘟嘴，可以讲话。妈妈。哟。不用一直嘟嘴。你是粉红色小公主吗？我们一起吹。好。哎，你好漂亮！我给你看镜子，等一下。你想要帮我画哪里？好了，给你画一个。为什么眼睛要闭？好漂亮吗？我帮你拍一张。可是你好像没画完呢。看妈妈很爱你，还叫你多画一点。可以吗？不不，妈妈帮你弄那个面面，好不好？冰箱水果很多，要记得吃。爸爸好贴心哦。爸爸这边写昨天喝的汤，昨天的汤，喵喵，哎呀。
你怎么爬上去的，波妞？你都一直流口水，麻烦，麻烦你背起来好了。妈妈帮我爬，妈妈帮我爬好吗？我在背波妞，你可以等我一下下吗？你要拉开这个是不是？好好，你去看书哦。心对不对？嘿嘿，刚刚给你水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有没有湿湿的？可以这样玩水吗？来，妈妈跟你帮妈妈一个忙，那你坐好，我不用睡了，我再帮你换衣服好吗？哦，睡睡睡睡睡，这次高兴了怎么办？最爱的豆腐咕咕蛋蛋咪嗦饭，没有它。稀饭你就觉得很满足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妈妈问一个最不该问问你，爸爸煮的好吃还是妈妈煮的好吃？妈，妈爸不煮说不好吃，完蛋了。爸爸每天给你煮饭，你说爸爸煮的不好吃，爸爸会哭哭哦。会。好啦，爸爸煮的也好吃，妈妈开玩笑。快点啊，快点啊！我不拍了，我不想跟你拍了。为什么？你满意吗？不拍了。那我们再拍一次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可以做很多很漂亮的卡通，我们可以玩一下吗？我不是想那个让你不好玩，这打出来多可爱啊！你看，我们可以打一张吗？妈妈给你再做一张，可以把它修得很漂亮的，你可以留一张这个做纪念的，可以吗 ，Andy？ 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 ，Andy？ 你可以跟我说吗？啊？Andy， 我们再玩一次吧。你看，你来玩，你可以点的。你来投，那这个投币给你，来。你来投。
放在这儿，你看看特别好玩。你看你这像什么呀？你像个小姑娘吗？这个，你把眼睛修得大一点吧。这不是你最大的梦想，就眼睛变大吗？没有。你不是梦想把眼睛变大吗？没有。我帮你投吧，来。我拿你这个投，还是我拿自己的帮你投？投我要不要吧？你投嘛？我不想了。拍一张吧，拍一张有你的，咱俩一起。我不要，你都揪死我了。啊？我都揪死你了？你刚才弄我的时候揪我了？你进去了。好，我谢谢。好脏啊！来，走吧。脏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一拍就掉了。这一会儿干了，一拍就掉了。来 ，Andy， 快点穿上衣服，外面很冷。Andy， 脏。哎呀，气球，你要不要个气球啊？你要不要一个？嗯，来，拿自己拿着。你回去一拍就没了，这些东西一拍就没了。现在你感觉好了，快点上车吧。我脸上什么东西？你脸上没有东西，真的没有东西。有东西。没有东西。有。就这，哎，小玉有点紧张，她在叫。先进。Thank you。好久不见呀！好久不见。来，我看看小玉。快看看吧，你跟高舅舅打招呼。你要吃糖吗？给他特意带了糖。哎呀，这么好啊！给我带了糖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家有喜事。哇，真棒！谢谢永恒。不客气。现在要先给他做一个身体的检查，需要抽血。小玉来啦。哦，就放那上面。血型1.5毫升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哎，小玉，我看一下外侧。哎呀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我抱你。我不要。你不敢看啊？我抱你。那我就闭上眼睛。对，看一点。那个 B 超吗？当然了。喵。走了。Let's go。现在 B 超。开始了，小玉不紧张啊，我们看看你有几个 baby， 啊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呀，好紧张死，好紧张，但是不想干嘛了。妈妈，你看看，那小宝宝吗？对呀。看到这个头了吗？尖尖的，这是嘴。看到这是一个头颅，看它动了，看了吗？我想摸这里。你看这个声音，那是小玉小宝宝的心跳。哇，有心跳。然后你知道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也这样跳的。如果我在你肚子里跳，那你会感觉不舒服吗？不会，你一跳的时候我可幸福了。你知道妈妈怀你的时候每个星期最愿意做的就是 B 超，因为可以通过 B 超看到你。
不错 ，X 光吧。老恒要马上去看了，怎么老恒着急了？要看是几只了？嗯。小玉别紧张啊，我们只是照一个 X 光，然后看看你有几只小猫咪，你有几个小 baby。小玉进来吧，来，来来，老恒来，老恒在门口等。老恒过来，跟舅舅在外边。这也可以，你看这儿，一会儿舅舅抱着你看。我跟他们说句话。跟他们说句话。好运加油！好运加油！不着急，小玉，别紧张，没关系啊。哎呦，这大肚子，别紧张。嗨。OK。有几只？你看。我们数一下看看，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，左侧是三个，右侧是两个。老恒猜对了，一二三四五，我要有五个孙子了，我要当姥姥了。老恒，你有五个侄子或者侄女。那到底谁赢了呀？到底谁赢了？你赢了，你赢了。我们不都说的是四只吗？我说的是五只。你可以好好的照顾它，一定要让它生一堆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宝宝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特别特别超级可爱，你不知道？它也不很吵呢。它特别重要的几个方面，我听舅舅跟你讲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小玉是 B 型血，那我们还要给呱呱要验个血型。如果呱呱也是 B 型血生的小宝宝就不会溶血吃母乳，但是如果他是 A 型血或者是 C 型血或者是 AB 型血，那我们前三天都不要给他吃他的母乳，我们要辛苦一点，两三个小时大概就要喂他一次，你要陪着哦，就像你小时候一样，两三个小时喂你喂一次。这个品种为什么特别特别的珍贵，就是因为他出生以后这个特别容易难产，出生以后这个特别容易难产。它难产的几率高吗？这种猫？难产的几率在这个品种来讲的话，应该还是相对高一点。是吗？哎呦，我最难受、最心疼的就是小玉，我只希望他们活着，可以。让小玉看到她自己五个小孩都健健康康的，可以在她面前感受到一个妈妈本该享受的幸福，我特别期待，我也特别祈祷不要发生不好的事情，一定可以的。你小时候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第一张照片就是一张 B 照图，是1.44厘米，我当时拿着的时候就哭了。你爸爸把你的人生中第一张照片放在自己的钱包里，你就知道爸爸妈妈到底有多爱你。那我会动吗？那时候，万一我跳跳跳，你肚子感觉会不舒服的呀？不会，四个月怀你四个月的时候，你才会跳跳跳，那时候你就才有。四肢，然后很有力气的踹我的肚子。那会儿你痛吗？小玉，哇，伟大的妈妈来了。其实我不会痛，但每次你踹我，我都觉得是你想我了，在跟我打招呼。所以我还是每次动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幸福。你出生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你好。然后我们最近就要说你好了，就是给小玉的新生的五个宝宝说你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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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抢我的布啊！是我的人皮，这给我吧。装小玉，给你的宝贝搭一个猫窝可以吗？
回头到时买个新的被子。你要当妈妈啦，这是你的 baby 的婴儿床，你喜不喜欢啊？然后这还可以让他们玩的地方，可以从这里跑到里边去，你也可以在这玩。嗯，这个金的铺一个代表比较吉利吉祥的象征，顺顺利利，你会喜欢吗？嗯，哎呦，我的女儿要辛苦喽。蹦床乐园，哇，怎么样？哇哇，好厉害！你看，好厉害！看谁跑得快！呀呀呀！哎，我们得去那儿啊！去哪儿啊？去那个草地上。哎，快！好，来了，来了。去看一眼，看一个地方，哎，累死我了。你现在先不能看，然后我给你戴上这个眼罩，我牵着你过去好不好？走。哎哎哎，不能看啊，没有危险的，你放心吧。上楼梯，手扶着。这还没有，这都是楼梯。好，你可以摘开了。哇！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滑滑梯是不是？你敢滑吗？你敢滑吗？不敢啊！不敢，你回去。敢啊、他敢的。他不敢吧？他说他不敢。哇！一点点感，有一点点感呀。下滑的时候，双手放住。你可以。啊？不是。我不要这样。你不要在我前面啊！你要自己滑呀。我不敢滑。不用拉手，这样我把它往下拖一下，然后您这边也是手撑在这，然后腿伸直，撑下去的过程当中掉下去，对，手摸着肩就可以。你又抱着，你手就这么抱着就对了。叔叔把你放下去。你就这么抱着，然后我们就。我说三二一，等妈妈滑的时候，你和妈妈一起，好吗？来，来，三。哎，等。二。等一下，我先下去。一。好。预备，开始。先放开。走。让我三走。走。
想着往我这边看我，想跟我说话，但一侧过来以后，他的那个重心就不稳，他的脸就直接拍在那个滑梯上了。刚才让你坐正，你怎么又侧着了呢？确实青了好大一块，其实有点自责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滑好不好？好。我滑你就那么高兴？我滑那个红的。好，抓紧来。爷爷点不心疼我。好，我滑红的。高的，我滑高的，你就滑蓝的吗？好。但我听到他说，他好像需要我跟他一起滑，他才敢滑。他就是受伤了以后，他就会抵触这个东西，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心理阴影的。在这种时候，他会需要妈妈的保护跟陪伴。我肯定是会奋不顾身的去陪他，哪怕去陪他滑个红的，我也一定要陪。行，你能再给我拉上来吗？腿伸直啊，腿伸直，胳膊抱到胸口上。我怎么抱胳膊？我胳膊不撑在这吗？好，你现在把胳膊抱到胸口上。啊，现在抱你拖不住我。一二三，要起来吗？起不来了，我没劲儿了。好吗？来，手放松，手那个手放松。手、啊、那一瞬间有一种失重的感觉，会有点难受，像吐一样，就是这样子。下来以后觉得没有那么恐怖。你不用看妈妈，你就看着正前方，眼睛不要离开它好吗？坐直了啊！你不要歪过身子来看我啊！你看前面的，你正前方黄色的板好吗？嗯，好。一来，二，一二三，走。唉，当妈妈真难，接送孩子上英语课，她还不爱学。Hello, Kevin. Hello. 你们家孩子这么爱学呢？老师教的好是关键。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，北美好外教，孩子超喜欢。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，让孩子爱学敢说，超人妈妈必备之选。本节目由来自荷兰自家牧场、荷兰原产原罐的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，感谢洗手洗澡护全家、长效保护舒肤佳首席赞助播出，感谢合作伙伴网易考拉海购，下载 APP 领1000元红包。感谢合作伙伴美白紧致用 Olay 无惧年龄你更美赞助播出，让孩子爱学敢说。感谢 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凯叔讲故事，下载凯叔讲故事 APP， 超人妈妈的育儿神器。感谢欧美食安双认证，由衷守护宝贝的多利葵花籽油大力支持。本节目由宝宝安睡妈妈放心的指定驱蚊品牌超威贝贝健赞助播出，感谢行业指定超人妈妈超信赖的39小儿感冒药赞助播出。啊，难受。那咱们回去洗洗冲。东西。难受。哪里难受？你说男子汉不要老是这样，你看小朋友都，小朋友生日的时候都碰那个东西的，他就是表示一个热烈欢迎嘛，欢送你嘛，开心的彩带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啊，不哭不哭。你是勇敢的小男子汉，这点事情算什么？你刚才还活蹦乱跳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嗯，你看这个多好玩呀，这个气球，彩色的，对吧？
还会发光发亮，你说呢？是不是？哎，这里头你数数里头几个羽毛呀？有几个羽毛？你猜？十个多？不可能，你猜？咱们打赌，猜对了，猜对了，回去留个奖。你不能数，你数了就赖皮鞋，你就猜。我看一下，你随便说一个，猜一个。七个。我说七个，你数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那猜，有几个颜色的？几个橘色的，不能看。好吧。三个。三个橘色的。好。几个粉色的？好吧。一个。你不能看。蓝色呢？这里面应该没有蓝色吧？一个。紫呢？一个。蓝呢？一个。橘呢？怎么又说这个蓝了？这不是。哎，好了，终于到了，康明。哎呀，坐会儿吧，杨迪，我给你拿一个东西，把那个脸洗一洗，好吗？太难受了，难受死了。怎么没水了呀？我看看厨房有没有水。妈妈，这不是你的吗？妈妈。嘿，妈妈，看我。我说没有水啊。我拿着吧。这么小的水，灌不满的意思吧？来吧，你快来，这水很一会儿又没了，赶紧。没洗掉。没洗掉。啊！头上也要抹油的。沐浴露、洗脸的都在一块儿。来，你过来一点。你把脸洗洗，洗洗就没了。眼闭起来，闭起来，闭起来。你这样，我把那个水从你头上浇下去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。那这样怎么就这么点水？你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叫了啊。哎呀 ，Handy 啊。今天一天你高兴吗？你今天开心吗？Andy， 妈，上次你记得我们入学考试吗？去的时候，入学考试的分数你是几？28分。怎么啦？别的他们是几分？他们有人100分，有人80分。就这几个？对啊，你能跟我说一下吗？你看我这个分数很低嘛，我有很多题目都没答对，说明我不太了解你。这是什么题目？什么题目啊？安迪觉得自己是好孩子还是淘气的孩子？你说的呢？说淘气的孩子。然后呢？他说错了吧？对。你为什么不写这个？因为我想你肯定说自己比较谦虚一点嘛。你当时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可有时候是好孩子，有时候是淘气的孩子。那你为什么不填好的？那我想你，你比较，你肯定会往反方向说的嘛。什么？就是把自己说成是。我不会让反方向吧。那你下一题呢 ？Andy， 你觉得月亮上面是什么？你写的是什么？我写的是兔子。月亮上面怎么会有兔子？爸爸妈妈和弟弟 Andy， 你最喜欢谁？奶奶。爸爸妈妈、弟弟，没有奶奶这个。你要给我签个字。你怎么填啊？你就签个字吧。我不会签。怎么签啊？签什么字？就签上你的名字。
我签字了，谢谢你。上次我得了28分，你觉得这次我能得几分？我看他想了很久很久，那我想可能就是还是不确定吧，那等一等可能会做得更好的时候他再来打这个分数。那今天只是第一天，再过一段时间再让他来做这个分数可能更合适一些。好吧，这么困难就下次再想吧。起来了，安迪。早起来了。早起来了。今天我们要去那个上海。爸，未来的考试重要吧？好呀，我一点人都不进呀，跟我打一口气，可肯定要赌气。安迪今年就要上小学了，所以在春天的时候，3月到4月就会有一些模拟小学的这样的一些面试，这是他们学校举行的一场就是模拟的考试。箱子在这儿，你自己收拾你的行李，我收拾我的行李，好吗？我不会收，自己收。OK。妈妈也去收拾了啊。怎么搞的，拉不了啊？这个箱子太小了。两套衣服就没了，不行了。装满了呀，看怎么关上。别高山，这么干。妈妈，你看我装了多少？这么多呀？怎么盖上呀？盖不上了。嘿，盖得上吗？盖不上。不用带这么多，那个奶姥姥那儿都有。我们就去几天，只带最喜欢的。都喜欢。装这些。OK， 这黄色箱子跟你的黄衣服最配了，颜色都一样。走吧。这个就是抹完护肤品要用的按摩仪，你给我按一按，就是按哪儿？按哪儿都可以呀。我摸着你的手的时候，它才会动，就超级舒服啊。你说你要从现在就保养，用小哑铃每天按摩你的皮肤，那你等到妈妈这么大的时候，是不是还长现在这样子呀？我觉得你还回答了几个问题。为什么霸王龙叫霸王龙？那你能告诉我吗？因为它有尖尖的牙齿，长长的尾巴，短短的手臂，粗粗的腿。
所以他就叫霸王龙。哦，你知道有网友说妈妈是不像霸王龙，因为我也有尖尖的牙齿、粗粗的腿和短短的手臂。各位朋友们，我真的觉得我不是霸王龙，我的胳膊比霸王龙长，好吗？稍等，我去卫生间放一下屁，不让你闻。你今天忘了一点什么东西？你没有忘什么东西啊？洗脚了。你去给我打盆洗脚水吧。好的。你帮我把袜子脱。哎，嗯哼，你看看妈妈脚可以把五个小指头都分开，你可以吗？我只会动。我帮你分一下，然后你就呆住，保持住，这样。我松手了啊。好的。你就是遗传你爸了，脚都笨。我好像泡差不多了，你什么时候帮我擦脚呀？一会儿水凉了，我的脚就要感冒了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帮我擦脚呀？这个你会，这个你会。没了，他还有27秒的广告，潘姐你在看吗？吗？你搬不搬啊？那我就等着你给我什么时候擦，我才去睡觉。哎呀，小孩子看动画片的时候真的是好投入啊！算了，琪琪我自己擦了啊，我不麻烦你了。就等我老了以后，我也不会特别麻烦你，你放心好了。我能做的事情，我一定都自己做。陪你看会儿动画片吧。你现在只要多陪着我就行了。张。哎呀，你的这些小宝贝呀、啊，真的是。Hello。爸爸。爸爸。哎。哇塞。这家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这还是我离开之前的家吗？爸爸，这个就是我们家呀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家里人不拥抱一下，不太好意思拥抱。不行不行，这给我的呀。你们俩的。你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？看那个，你看小玉的肚肚。小玉哪呢？小玉。咪咪咪咪。哇，这个肚子这样看好大啊。对呀、啊，那他就把骆驼身上取暖了。哦，哇塞，我从来没有就是接手过怀孕的动物，当然人你也是第一个啊。我怎么听着这句话有点哪里不对？不是不是，又好像也是正确的。对，很正确，很正确，很正确。对。他乖不乖？特别乖，很乖，特别乖。你好像长高了哦。我5岁了。你没有5岁啊？你四岁。哎，都说好几年了。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5岁了。爸爸一会儿还得赶飞机，我就回来换个行李，我就要走。然后我来看看你，看看妈妈。我老了吗？这不是这。你相信我、啊、你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。我特别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感觉。爸爸告诉你，爸爸10天去了6个城市、哦、还去了一趟香港，然后今天早晨4:30就起床了，然后回来一会儿再走。他们告诉我说是你第一次挑战什么48小时什么什么带娃、啊、你对我
48小时带娃有信心吧？有信心吗？我说实话没太有信心。真假的？我怕你累着。我还好，我还中间干了好多别的事情。我就怕你俩在一块儿吧，他折腾你。他没有折腾过我。我觉得你肯定能把他照顾得挺好，他应该不会受罪。就是在家里。清晨三秋，你看他心情。二百俗人。你这两天一直是这个状态吗？差不多吧。啊。好，叮叮叮叮叮叮，看你回来心情很好，跳舞呢。他哭过吗？没有，一次都没哭过。啊，那今天他做了好多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，是吗？嗯，你能告诉我你想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？嗯，很想很想，很想很想，是哪里会比较想？我是拿心想。哇。心在哪里啊？在你的肚子里面。那你的呢？怎么都在肚子里面？好了，咱们去睡觉吧。去睡觉了。爸爸等你睡了，也就走了。对。上床吧，上床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坐下。我今天不陪你，你自己能睡吗？我去给爸爸收拾一下行李，好吗？就在这儿。嗯，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。你先。如果有事该怎么？就在这儿，没有事，我也在。哇塞！本来想提前给你收拾，但今天我们外出了，就没有来得及。是吧？嗯。我主要是没有干净的内衣了。我知道，肯定都没有上次带的多少，我还是知道。你的袜子，你先放地上吧，先放地上。那我去拿一个箱子过来。拿袜子吧。我拿一个箱子过来。哎呦，妈妈，爸爸，爸爸。来，自己睡，好吧？那我先陪他，一会儿再给你弄衣服。OK, OK.这个就叫全家人在一起。对呀。赶紧抓紧，赶你的飞机吧。那就没啥事了。辛苦了，还行，没事。嗯，挺好的，就，对啊，工作嘛，是吧？但是那个电影里都是秀恩爱死得快，我就不在节目里秀恩爱了。走吧，拿你的话，加油啊 ！OK， 坚持几天 ？OK， 胜利属于你。我和琪琪。Say goodbye 吧。拜拜，拜拜，儿子，走了啊，听妈妈话，听见吗？嗯，嗯，走，我看再戴个帽子吗？啊，这是我新给你买的帽子，好，好极了，好吧 ，OK， 嗯，拜拜，嗯，走了。走了啊，拜拜，OK， 这是我跟儿子的世界了。
去南极跟北极吗？你看这南极北极都有了，你感不感动？感。我就趁姥姥不在家的时候，然后就做了一个突发奇想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她喜欢北极和南极，我就只能够说先在家给她造一个极地世界的感觉，企鹅和北极熊都有，等于是南极和北极同时存在。一二三，嘿！谢谢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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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哎，这不是那天我们看那个擎天柱吗？嗯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对啊，我知道你喜欢，所以我就在网易淘宝上买了呀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家东西都是正品，还又便宜又好。你看，还有大黄蜂呢。对，哇！帽子在哪？啊！哇，你进去，你进去。下雪了，每个地方都有雪。啊！你进去，你别甩在外头了。妈妈是一个笨蛋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妈妈是一个笨蛋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妈妈是一个好人吗？是是是是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妈妈是一个脏头发吗？不是不是，脏头发。妈妈是一个漂亮的头发。我换个睡衣，好不了。看看你的脸，痛？应该还有海狮呢。痛不痛啊？不痛。不痛啊？应该还有海狮呢。哦，你今天表现勇不勇敢呀？勇敢。勇敢？你怕不怕那个滑梯啊？那个蓝色的？不怕哈，我也觉得你不怕。那你下次还要去滑吗？还要。还要啊？那我勇不勇敢呀？我今天勇敢。那我们俩谁勇敢呀？妈妈最勇敢。妈妈最勇敢呀。我怎么那么爱你呢，宝贝？
到枕头上。我想睡在枕头上。你要嗯，正好爸爸还，爸爸，你吃好吗？我正在吃饭，现在才吃饭。你说爸爸？蜗牛起床了，在我旁边。然后我布布现在睡觉了。他吃的还好？他们都还好，蜗牛要等一下下。布布吃很好啊，然后我是吃，刚刚在冰箱随便找一些剩的饭，吃冷冷的。对啊，但我肚子好饿哦。我目前还 OK。爸爸，来跟我讲话。对对对，来，你扑看，哎，你们他手就来了，爸爸他手来了。哦，你们两个神同步。不会啊，好啦，你好好工作。哦，我希望这时间过快一点。加油！好，拜拜。阿巴卡，哎，是啊，那好 ，one, two, three， 啊，阿丁哥，你好棒，你可以站很久，对不对？我要爸爸。你要爸爸，这个时候就要爸爸了哈、哦。你怎么就这样起床了哈？你哎。你等我一下，不可以这样起床就出来了 ，OK？ 姐姐起床了，等一下，姐姐穿太少了，妈妈会担心。妈妈在，好，你们两个都要妈妈抱，是不是？妈妈抱抱，好，妈妈抱抱，好，妈妈一起抱抱。嘿，妈妈，嘿，妈妈手背变好有力哦。喵喵，哎，有人哎，你帮我去看是谁，帮妈妈去看，走，我们去开门，你看是谁来了，是谁？干嘛？不行，为什么？是爸爸哎，我想爸爸，你想爸爸了。那这只熊熊爸爸坐在这里陪你好了。今天你有一个任务，爸爸说你一定要吃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是你答应妈妈的，对不对？哦、oh, ，no no， 晚上的时候要吃菜，可以吗？真的哦，说话。说话。今天爸爸也说 ，Coco 老师也说，妈妈也说。妈妈，面面。啊，面面有啊，在吹了，因为那个很。不行，你试试看，这个菜超好吃，妈妈炒的。宝贝，刚刚妈妈炒的，快点，一口，一口。你看妈妈，你看妈妈。嗯，你吃一口真的很好吃，它是鸡汤煮的青菜耶。波波。那你自己吃，妈妈不，你自己挑一个你想吃的，挑一个。你可以帮教我吗？如果亮亮不吃青菜 ，Coco 老师会怎么样？会说亮亮。那我要跟寇老师讲，小雨飞。
不要挤眼泪。什么表情？肖雨飞。吃青菜。为什么？不要什么？不要什么？讲出来。你不要什么？妈妈听不懂。妈妈抱。那你不要什么？不要妈妈抱。好，我会抱你，但是要你乖乖吃青菜，吃饭饭。OK。一，放嘴巴，放嘴巴，放嘴巴。我喂你第一口，好，猜猜。你先跟我说好不好吃？好吃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要哭哭要这样子？你明明就会吃青菜的，对不对？一点半才吃，妈妈真的要昏倒了。来，这边还有哦。没关系，这个你不用，你把这边吃完就好了。你好棒哦！你要夹新的青菜吃吗？好烫。没有好烫。热热而已，没有好烫，好吃吗？其实它是用鸡汤煮的菜菜啊，所以跟鸡汤味道一样，对不对？是好吃的意思吗？你很夸张哎，你，嗯，哎，不要甩那个就吃，你自己吃。来，看一下，我今天来吃饭。谢谢你，姐姐。姐姐已经吃得非常的脏兮兮，但是妈妈觉得你很棒。来，阿妈。我呵护好，呵护。阿妈。波波来，你在干嘛？过来。洗澡好吗？来，不可以动。烫烫水有烫吗？妈妈觉得还好。嘿，等一下哦，手手。好了好了，我先帮波妞洗，等一下帮你洗哦。臭波妞，臭波妞。啊，波妞，好，没事，波波好，波妞好棒哦。我们就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布布姐姐从小就是这样训练的，知道吗？好，没事，你要勇敢哦，好吗？好了，布妞洗完了，来来，站好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今天没有爸爸帮忙，你要乖乖，你要特别乖，知道吗？我背着布妞帮你洗头，洗澡也不容易 ，OK？我都没有哭。你很棒，你是大姐姐，你不会哭哭，对不对？你是棒姐姐，你看波妞姐姐都没有哭。妈妈妈，你说你都不会哭哭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了，好了。可以了。虫虫列车，昨天晚上讲过了，对不对？
还没吗？你看那个虫虫，好多个虫虫都在排队。跟虫虫说声 good night， 说我要睡觉觉了啊。你刚刚喝150哎？没有，喝150。是吗？我再给你泡个奶奶，就睡觉觉，不准讲话，听到没？喝完奶奶立刻睡觉，不准讲话，听到没？Hello， 你听，在这里。妈妈，你躺好。一个不睡觉，一个爱哭哭，怎么回事？No， 可以这样子吗？真的带他们也真的是蛮觉得有点很手忙脚乱，佩服很多的自己一个人要带两个以上小孩的妈妈们，我真心真心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。我会比较担心他，就是一整天要很多的事情，然后一定会很辛苦，所以我一直在关心他，就状况怎么样。谁可以告诉我怎么办？吃饭好像一个灾难，好好笑。不过超好笑的，真的。今天你一定要看这一集，我觉得他太可爱，他太好笑了。啊，我没有，我心疼啊，我心疼他们，然后又心疼波妞。哎，波妞真的比较辛苦一点。然后东西我弄乱七八糟。他睡觉前真的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说妈妈我很想你，我说妈妈在旁边呢，我说我爱你，他我也爱你，他就说妈妈我很想你，他没有说很想你，有他说我想爸爸了，那有点，就是因为他讲他想爸爸了，我就开始掉眼泪了，哎，没事啊，就是这样。宇宙洪荒，生命浩瀚无垠，但只有母亲和孩子真正分享过心跳。身体里的双倍心跳是孩子第一句你好，对妈妈来说那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地震。从此刻起，我们缔结契约，彼此守护，我将带你看世界，请务必玩得尽兴，你将带我看自己，因为爱不虚此行。强壮的心跳声告诉我们，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从不必费力寻找，一直在我们身边。你好宝贝，
你好妈妈，很高兴遇见你，此生请多多指教。今天我们要下午去考试了，我们不怕大人啦，我很想爸爸哟。Angel，小玉，大家说敢不敢从最高滑下来？敢不敢？敢。你来啦！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有看到妈妈写的这个吗？它叫做无零食计划日。豆吧，1000块，都是1000块。你肯定是馋人吧 ，Andy。等一下，你要去考试的，严肃点。不要！哎呦！什么意思？不喜欢我丑？不喜欢我丑？你把零食给我。不要！上小学以后，可能这个阶段啊，我们希望家长能够陪同在身边的时间更多一些。12点，妈妈带娃记和超人妈妈一起打怪升级，会员已降了。感谢首席社交平台新浪微博、新闻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、网易娱乐、首席儿童时尚杂志 OK Baby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独家母婴杂志合作媒体妈咪宝贝、母婴合作平台妈妈网、首席育儿指导丁香妈妈、指定粉丝互动社区手机贴吧，特别感谢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、人民日报客户端、 UC 头条、一点资讯、趣头条、中国新闻网客户端等新闻客户端，感谢育儿网、 QQ 空间、墨迹天气、秒拍、橘子娱乐、 B612、 美图秀秀、双情网、第一视频、第一视频 VR、 搜记超级新饭团、赏微视、参与妈妈是超人、手指舞、致敬母爱，感谢凤凰娱乐、中国新闻网、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光明网、国际在线、北青网、环球网、中国日报网、央视网、南方网、中国青叶网、红网、中国娱乐网、大象网、大众网、中国综艺网、毛不娱乐、亚洲娱乐网、中国网等媒体对本节目的支持。